同款嘛是趣味个热闹的现场，阁有一个分园乡公所举办头一届的乡长杯红鞋啊运动会，广播台数据来宣传哦，加上场地较矮，竟然是吸了满满的爸爸妈妈，带着因心爱的小宝贝来参加人生头一场的比赛。小小空间接满满的人潮，上趣味的宝宝爬行比赛是上吸引大家注意的项目。唔闹趣味的宝宝爬行比赛，乡公所阁还准备到相当侪行家囡仔会当耍的游戏，要让囡仔耍加欢喜。有啊，蛮有趣的啊，小孩子很多地方可以玩啊。怎么说它很有趣的地方？就是有小朋友玩的东西啊，还有一些活动可以大家比赛啊。啊，就带小朋友来参加这样子，嘿，有趣吗？有趣啊，有趣啊。怎么说呢？算是可以鼓励亲子一个活动，一个互动参与这样子啊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办这个比赛蛮好的，对啊，它算是见证宝宝的一个成长这样子。婚姻乡长表示，婚姻让人感觉是一个老人真多的所在，乡公所真努力在推动各项社会福利，希望少年人会当留伫咧婚姻，更快当增产报国。啊，今仔日看会到吼，来参加的遮个家长也好，囡仔也好，实在有够多。啊吼，吼，这个所在本来是一个吼，囡仔生少，老大人较侪的一个分两乡。今仔日看起来吼，所有的分两乡的囡仔拢甲抱来啊，啊，拢来参加这届比赛。啊，咱就希望讲未来分两乡吼，囡仔会当愈生愈侪，啊，咱分两乡吼，创造囡仔的福利会当愈来愈侪安尼。中港大家囡仔生做伙，立法委员黄秀芳嘛讲，真感谢乡公所用心，吼分。更加上班月了，也让现场这么多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和孩子这回共享天伦之乐。分园乡大家感觉说都是老大人比较多，今天你看到的都是我们的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来参加这个爬行比赛，非常的热闹。也看到我们的分园乡乡公所、我们的乡长跟所有的这个工作同仁非常的用心，我们希望未来分园乡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乡镇啊，那买当更加多诶，这个福利哈带到我们的分园乡，希望咱的分园乡会当愈来愈好。乡公所指出，想未到头一摆举办的宝宝运动会这么受欢迎，虽然有限制报名人数，但是现场也是接满爆满人潮。后一届活动一定要安排更加大的所在才会使。多张新闻，丁少云采访报道。